最大的突破了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真的支持他，因为他很努力。果然是好朋友，果然他用了很努力，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就是在左手边有他的写真，赶快去买。请大家支持一下，对。刚刚六零五百哦，好朋友还有推销书，很棒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请星星来，请星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星。那星星要不要说几句话？就是你看完这套写真集之后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就我觉得他写真集很性感，然后又很有质感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个精装版。哦，你们还买了精装版，好朋友哎。对，精装版的。所以你觉得封面这张怎么样？全裸，只有一只熊。对，超性感，最性感的尺度就在这里了。我自己在家里翻的时候说，哇，这可以吗？这真的可以看吗？真的，圆圆自己看到封面有什么想法？我自己是一开始不太敢看啊，不太敢看，就是有点害羞。真的，因为当时丁奈说的全裸就是这一张，对不对？很害羞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很可爱的一张照片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小丁，请小丁这边跟大家打个招呼，然后聊一下你自己看了雪人书之后什么想对圆圆说的话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丁，我跟圆圆已经认识7年了，然后我看过的尺度比这个还大，就我们一起洗过澡。突然呛虾了，不是，我说尺度比这个还大，然后很开心他可以就那么认真准备这本写真，然后就谢谢就大家愿意帮他就出这个写真，然后就看他那么努力，然后就是很替他开心，然后很感动，看完之后很感动，然后很以你为荣。哇，以你为荣哎，太棒了。好，接下来请佩琪。大家好，佩琪。所以认识圆圆真的很久了，我从他应该10年了吧，国中到现在。国中到现在好久了。对啊，然后希望他听。你有想过自己的国中同学会成为写真书的女主角吗？完全没有。国中的时候有想象到这一幕吗？觉得有可能啊。真的吗？国中这么美了是不是？哇，从小天生丽质，亲友来背书了。好，那么最后呢，就请圆如这边来讲一下自己的想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圆如。那祝圆圆的新书大卖。他其实这个写真啊，真的是拍得非常的认真啊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拍了半年，拍了这么好的成果。说他看我书看到快要哭，然后想说是我拍到快要哭吧。然后因为这三个朋友真的认识我很久很久，对，就是陪我从国中就走到现在快10年了，快10年的朋友，所以他们也是一路看着你从运动裤到泳装比基尼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感触才会这么深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太棒了，真的是谢谢我们女神军团好朋友。